来，你要站起来，你要 follow me， 我做任何事你都要跟随我，好不好？好。皇上说的是。那你要帮我拿耳机，因为耳机就是会一直掉，累，耳朵痛重。你可以帮我拍成那个 Angelababy 吗？我想捏字。我觉得我们的摄影师非常的厉害，应该是有办法。有啊，一定有啊。毫无表情。能写。多久了，我都没变。我们从头好不好？我们从他刚才旁边很猥亵的吃便当，我真的是受不了哎！等下你们要找点事情做吗 ？Again，Again，Again，Again！ 我是我的便当惹到你了。你要到看不到地方吃，你至少要站在我后面吃，但你不准坐下。伤我的优点。
心，你也不用对我惭愧。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，就算我再努力去爱上谁，到头来也是快乐，对不对？